演戏吗？对，第一次演戏。是，那在拍戏的过程当中，跟以往担任这个儿童台的姐姐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？差超级多的，我现在站在这里超紧张的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拍戏，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见面会。是，平常上来下面都是小朋友，第一次全部都是大人，我比较习惯跟大家一起带动跳。OK OK， 大家天气蛮冷的，还是很冷，大家要跟我跳一下。哎，没有啦，重点是我们要聊一下，在拍戏的过程当中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地方。因为我这个角色呢叫做谢雅玲，然后她其实跟我个人有那么一点点相像，是就是大家在讲一些比如说重点的地方的时候都没有我，然后那些小丑的角色就交给我，我觉得我出现的时候大家应该都会会心一笑，对，就是他都会讲一些很奇怪的话，然后比如说想要勾引那个丽翔之类的啊，对，然后跟我平常姐姐的形象其实差蛮多的，是，对，个性有点像，但是有一些形象差蛮多的，所以那时候就觉得我一个大突破的感觉。而且你刚刚说到就是要在戏里面跟维琳抢丽翔，因为你本身是维琳的闺蜜，不是抢啦，我只是说这么好的菜你要是不喜欢在流口水，将来用它啦，借我用一下，借我用一下啦，那个口水要擦干净好不好。OK OK， 大概是这样子，所以就跟以往在这个你自己的工作的领域上面有一点转弯的，对不对？面向不同的观众，对，而且也是我第一次全程说客家话，是，对，客语难不难？客语蛮难，但好有趣哦，我好喜欢哦。真的吗？我到现在就是看到新的剧本，我都会直接翻客家话，但我演的是闽南语剧。你这么无聊啊？好尴尬。继续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谢谢，好，谢谢我们四。